等一下冲着冲着它太冷，我也没办法。是雪片啊，不是雪片斑，它就是啊。撞它，把它撞倒。欸，这边还是没有封闭啊，表示还行，可以的人就是可以。这是一只水管。你把它想象成，是啊，网状的啊，你可以碾过去呢。而且它放的长度是不是有点远啊？切到房子旁边，刚刚今天的蓝棒棒带我们先往下转了，所以下个蓝棒棒在哪？我不知道在哪，我知道要跟他吗？好啊。在哪？哦，有了。没有那么松吧？哎呦，松松的，很松啊。右边，哎，有点怪怪的。你的正前方有个局限，所以等一下下个蓝棒棒在右边还是左边呢？
侧降吧，降到棒棒附近，然后看看哪边是。没有蓝棒棒。我来搜寻。是吗？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呢。再清一次镜头。哦，我看到那边也有棒棒，右边有橘棒棒，左边有橘棒棒。我看不到左边的。左边的在我们后面啊。对啊，所以这里应该很宽吧？这里有一个橘棒棒啊。没有啊，这边是右边界，那边是左边界。应该是。应该变宽了吧？就是整个都宽的，随便我们滑啦。放轻松滑了。不会啊，还可以。哦。对啊。好了。我觉得越抹，一直抹，一直抹。这里超松哦，不要进来，有点陷下去了。好了，滑过一次，觉得还蛮舒服的。还要滑吗？还是要先休息？你说什么？啊？
误跑掉了呢。加速咯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对啊，他跟我打招呼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。应该是吧，还是我穿绿绿的。现在用喷的，他能不能帮我身体喷一喷啊？进来哦，全身都是，你看，都黏在身上。还有油也很黏。因为我滑几下就要停下来清上面的，不就是我怀疑 GoPro 上面有黏？有吗？我有清，你没有清对不对？嗯。就是有一点点水。湿的，手，我是说我的手套表面像是湿湿的。我在想说，我能不能用手套刮一刮就算了。很黏耶，黏住啊，它就把它弄湿应该可以轻松一点了吧？这次比较知道路，但是还是紧张。我是说，现在滑应该可以比较轻松了吧？已经知道路了。对啊，我就不知道路。最陡就只有刚那个逐渐开阔的地方而已，跟着蓝棒棒滑个四下差不多。那是蓝色吧？没错吧？啊，是啊。好了。今日
轻松化。明天还是这种天吗？明天好了吧？好像不是，也是下雪。明天开始变负的，变负的话应该就不会像今天这种雾。理论上，我不是说应该就是一个有一个暖气团吗？预报很慢很慢才来。暖气团来的那一天就是下雨，然后温度也会上升。然后他走了之后，只要是负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了。但还是下雪啊。对啊，下雪，至少是只有下雪没有雾啊。会哦，是暖气团才有雾。对啊，下雪没有雾吗？下雪的时候，应该说雾是什么东西？水汽。那水汽，你要有相当的热。下雪不是也要有水汽吗？但是水汽是气态的水呢，雾呢？水汽你在零度以下，它逐渐。在空中形成很小的冰粒子，接着一个粘一个，最后结晶化变成雪掉下来。所以问题还是在温度。我的脚这边吹，风大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风很大，今天的风比之前大。今天的树比较漂亮，它变白滋滋的。因为粘性太大了，所以它粘在上面，这样比较漂亮哦。是不错啦，是。而且应该维持到明天吧。明天看我们旅馆旁的那些树是不是变白色吧？不过不一定，因为下面不是雪，下面只有被洗掉的粉。风向有关，让我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我睡眠不足。你几点睡啊？昨天也是十二点多啊。你好像六点就醒了。其实平常好像我都会六点醒来一下下，然后把脚二摇，接着继续睡一个小时。下面有一个人，其实雪很深呢，积很多呢。昨天晚上下的吗？因为其实刚在雪道旁边，我就觉得有十公分厚，所以要是下午，人家说下午的时候温度会下降，要是那时候雾散掉的话，搞不好下午我们就来滑这个。还没有人发现的时候，还没有把它刮光的时候，因为下面看起来平平的，都没有人滑呢。有人来了，看他滑的状态怎样？他的脚有很深吗？我只要看他的脚有多深，上半部可能积不厚吗？还是怎样？有。有，不过没有很深啊，只到脚踝而已。而且能见度变高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轻松车呢？又有一个人来了，雾一散掉，大家就想要来这边。能见度检查。好像看很远的呢。现在能见度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棒棒。六个棒棒。好，走了，我跟你。不会，我觉得我鞋子真的觉得鞋子，我觉得我脚怎么就在里面动，一直动。太松了，你要不要拉紧？
刚刚就是左边往下了，那就走这边吧，走这边啦、啊，就是走你走的路啊。没了。休息吗？没有啊，休息就下去了嘛。对啊，接下来都是缓的了。我还在后面 S 嘞，你可以跟他们啊，我刚刚就是偷偷跟别人。
对啊。好。对啊，是啊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走？因为我习惯走这边啊。不用啊，直接下来就好。是可以啊，这样你不用推。对啊。哎。墙壁，直直向下，双脚稍微往紧，这样子保持平衡。Perfect thing for causing a tummy ache tomorrow. 下面服务，上面可能还有一点点。上面大概切过去的那边还有一小台。三水器都不用学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哦，突然就服务了，真好。嗯。真是疯了。预报就是说现在准备要下雨。啊？不知道，应该，因为我觉得我猜预报又要改。等一下就吃饭吗？还是还没饿吧？还没饿。那要休息吗？不要。啊？不要。不要。那吃饭一起休息就好了。哦。对不对？嗯。我先闭眼休息一下。我连刚
刚刚那个都滑不下去，我的板子就是不会动。我真的很想叫你穿穿看我的板子，你好好看。嗯，好，就是不会动。可能你那个比较短吧。你要说哪个版本呢？现在我们用这个版本。天知道。在偷打瞌睡。有需要清水吗？你看我的镜头需要吗？应该不用。我的呢？好像也没什么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一头黏黏水也不见了啊。所以。刚一直在下，一头一头的黏黏水也不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刚雪很大，一坨一坨又黏黏的。哦，身上。现在又没下啊。嗯。所以那个跟雾都渐渐的走了。嗯。暖空气啊。
好啊，时有时无。我每次都可以数几个棒棒啊。刚刚指标是六个棒棒。现在可能只有两个。第二根在下面，可以看到两根或三根吧。了不起，四根，还不错啦。走了。变浓了，又变淡了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们平常都只走到那，但是现在就跟棒棒比较安全。 OK 吗？前面稍微抖一点，对着蓝棒棒走 S。 啊？你会觉得这种险吗？一点点，时好时坏。嗯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只要不超过左右的橘棒棒都可以滑。嗯。好了。镜头上有险吗？没有。啊，你的也没有。好了，走了。
是用力推推推才能滑那么一次。本滑是要那个岔路努力的岔过去，然后推半天，然后要去 village 前直直往下的那一条呢。嗯。我刚好没事推那么远。没有风景啦，都是雾。好了，下一团吃饭休息。下一团怎么吃？就滑完，滑完下来就去吃吧。对啊，再上一次。不用再上一次。就现在。对啊，这个滑也就只是滑而已。对。我也没。而且我滑得很烂，我连纸板都不会动，我真的觉得我板子有问题。不然你练习单脚滑、啊，我就直的都不会动了。我是说，会动吗？直的也可以单脚滑、啊。我的左脚应该没有办法单脚站，真的。你可以站在原地，试着稍微抬起一只脚看看，然后双手平伸张开，然后看一下身体的那个重心感。那用那个重心感往前滑差不多，然后在那个时候往前滑的时候，滑的那一只脚稍微左右微调，可以帮你平衡，大概是这样。放进去马上就那个，你是说 download 对不对？对、哦、，download 就没有。你传 line 给我。传了。两个。一个，一个目录有两个档案，哦、还有 PS 档，我觉得整目录的东西都一样。好、哦。好像也被滑得差不多了。电子的就没有票了，他寄了
个实体票，然后还截了一段彩带送给大家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彩带，因为平常真的是拿不到。我上次黑色 jump 是这样，跳起来抓了一条，然后后来人家伸手，我们工作人员再拿了一条，拿了两条。姓氏你名字吗？名字吧。那应该这样招啦，吴婉华的，那可能要叫他重新注册，因为他名字刚用的中文英文名字，因为我刚刚有说，但是他这个我在想，会不会要用中文？是啊，我来招了，招了。嗯、啊，你先了。掉吗？掉。
吼！很多雪，对不对？有一点，看位置，就看一个橘棒棒，这个橘棒棒是左边还是右边的？右边吧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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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好啊，我们要一条路哎。哎呀！掉掉掉掉掉！李佳雪还是什么？赶快去吃饭好餐厅。要变短了，长长，快要断命。我枪声太孬，枪声，
上来下面在下雨，屌的部分，我们碰到冰块，他们碰到下雨，今天休息一个够。哎呀，要走几下。头我没有帮你弄，头不用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姨。天光高坡。